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chard 江，来自多伦多斯坦威钢琴旗舰店，很开心接着给大家带来我们的 Topping 课程。我们昨天教了，我们昨天学习了如何理解音乐，如何来听音乐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复习啊？好，我们先进行今天的热身，然后我们复习，今天主要的内容是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内容，同时在以前我教大家的基础上做一些小小的拓展衍生。好，就是头和胸的旋转时，我们加上一些 popping， 我们跳即兴舞的时候一定少不了的就是 pop。比如我们转头，转一圈回来，用你的脖颈的肌肉，包括你的前面的胸肌和后脖颈的肌肉来进行 pop 振动，转到 pop， 反转。在我们做头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仅可以像我每一次热身这样的旋转，我们还可以很简单的转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正常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动作，加上了 pop， 这个感觉就突然间有了舞蹈范儿。转，好，我们这两个动作呢又可以结合，比如转，回来，再反转，转，是不是一个简单的转头动作？在舞蹈里，如果你要使用的话，可以立马的变成一个非常的特别的动作。好，同样我们一直在练习脖颈的平行移动，我们现在可以再把这三个头部运动结合到一起，比如脖颈朝前，对吧，我们朝前转，啪回来，对不对？转的时候加上一个前冲的平移，五六七走，转，是不是？再加上抱，好。只用了头部，我们就可以来卡节奏，来接着我昨天说的卡不同这个音乐中的不同的音轨。好，可以自己来在家练习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胸呢，同样也是可以加上抱。正好这个音乐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磁性的，好像有那个磁场，有那个电磁，有那个干扰一样，我们就可以把胸部的动作做得非常有弹性啊，就像吸铁石一样，这种吸铁石之间的相吸那个引力
用你的 pop 表现出来。比如现在音乐是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在练的时候把这个做的再细一些。我也是在练习，我也是在进步的过程中，有一些层次可能表达的也不是特别明显。对，多做多练就会变得越加清晰。好，现在跨，好转。好，转的时候。每一次呢，我带大家做，可能是在前方，每一次转到前方的时候，砰，啪，弹回来。大家可以自己来想象，比如到后方，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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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啪，比如四个方位，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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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对？都可以。好，对，六七走前，左，后，右，前左后右，前左后右，转六七走。同理，我们的腿也可以啊。由于腿我们有两根，它有个特殊性，我们又有了更多的变数。比如说，你只转左腿，不转右腿；只转右腿呢，不转左腿。分别转，比如。对不对？出现了一个新的排列组合。对，比如转身、弓步转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抬腿转，啊，抬不同幅度的腿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，起走。左一圈，右一圈，好，加上棒了，五六七走，跨跨跨跨跨，反转，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pop， 全身啊、哦，全身你能感受到，你能控制到的所有肌肉，六七走，大大大大，大大
好，张开，踏，踏，坚持。好，我们现在尝试两腿分开，然后站上腿。加油！大，好，放松一下。我建议大家做几个俯卧撑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90度啊，平行于地面。因为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发现啊，我们在端起你的手臂的时候，这个三角肌已经绷紧了，这怎么办？这样会影响到我们胯部的弧度啊。所以说我有一个窍门，虽然端紧胳膊了，但是呢，你在要做胯部前的时候，可以把胳膊放松，突然间收紧。那本身是这样，往放松收紧，放松收紧。好，六七九。不要拉腿。小臂也有力量啊，小臂的这个。外侧的这一块肌肉，好，放松。我们练一下今天的强调腿部的话，不是说让你的膝盖死劲往后打啊。只是你的所有肌肉的收紧，我的膝盖并没有往后打到后方，只是肌肉收紧造成了视觉效果。好，六七，抗脚。好，再换一个姿势，蘑菇靠的姿势，啊，同样反方向。后腿、前腿、后腿，上五六七八。
好，来，半蹲的，啪啪砰啪，两下子就好了。五六七走，砰啪。加油！好，大家休息一下。如果发现练腿部动作有些疲乏的话，就是一些力不从心的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散散步，一扎一分钟两分钟非常好用。好，我们接着复习一下位，一共十一步。如果要是大家忘记了期间细节的动作，请看我前两期的视频，里面有细节讲述啊。首先我们一起来做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然后 body weight， 胸肚子胯腿胯肚子胸肚子胯腿胯肚子胸，六七走，好。如果大家练这个八字背感觉到有困难，我教大家一个小秘诀啊。比如说这是你们家的墙，一面墙在我面前啊，一面墙就是，然后呢，你把你的身体完全贴到这个墙面上，就好像这样子，贴到墙面上。然后呢，你分别用你身上的不同部位，分离不接触这个墙，明白吗？或者说反方向，我用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说，这有一面墙，你身体不贴到墙上，保持能有一个三四厘米，啊，这墙，我身上都是临界的，没有碰到这墙。然后分别用你身体的各个部位来贴这个墙，明白吗？大家，头、胸、肚子、胯、腿、胯、肚子、胸、头，分别来贴，你就会找到这个八的位置的感觉。其中最难的一点是肚子，肚子呢？一般来说，无论是胖的还是瘦的人，都很难做到能把肚子挺出来，这是个长久练习过程。但是即使你肚子没有出来，你也要把这一块控制，明白吗？头一胸二，肚子我出不来怎么办？三，虽然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我还要控制这一块，然后肚子收胯，胯外头腿，胯肚子胸肚子胯腿，明白吗？分别来贴墙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再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小技巧，在大家熟练掌握了 body weight 之后，我们可以尝试着在 body weight 的同时呢，加上 rowing， 就叫做 snake。 看到了吗？ wave 的同样的层次感，但是加上了 rowing 旋转，同时你的手上臂一直在做
一个小规模的位。明白了吗？不仅是胃，还要加上蹂躏，要有七招。这就叫做 snake， 大概像是印度吹的那个笛子斗蛇一样。这个蛇呢，从这个地面垂直的向上攀升。这个感觉好，是一个 rolling 加上 wave 的组合，非常难。六七走，看到了吗？你的胸肉，你的胯肉，你的腿起伏，然后同时你的胳臂一直在臀部在做这个，看到吗？这就叫做 snake。 这个元素我当时年用了大概一两个月时间，但是没有天天练啊，累计起来也有一个两三周时间才大概掌握。这是一个长久的练习过程，和你的 pass 是一样的，所以大家要刻苦练习。如果想学好这一门舞蹈，光看我的课程远不够，我只是教大家一些快捷的方式，点拨一些动作的技巧。更多的90%的努力是要你自己在家没事去琢磨去练习。其实话说又说回来，我觉得大家利用最近宅在家里的时间做一做运动是非常好的，不光你让你的抵抗力增强了，你的体质在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得到提升，而且你在锻炼的时候又学到了一个小技能。无论你对街舞的态度是如何，或者说你最近练到的进展是如何，但是你至少你了解了这门文化，你比划了这些动作，那你就是已经踏入了这个大门，你和别人就是不一样，是吧？这叫做技能健身，非常好。好了，欢迎很感谢大家，也非常欢迎大家接着收看我们的 Tommy Music 21周健身养成计划。我是 Richard 江，来自多伦多史坦雷钢琴旗舰店。如果有问题，欢迎到 Tommy Music 寻找我。好，拜拜。